瑞芳区东河里的环境已经成为瑞芳地区的指标，也是各里争相观摩的对象。今年第九年参加新北市环保局举办的里环境认证，里长和志工都信心满满，因为这是他们每天都在做的日常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也让东河里许多脏乱点就此改善，让居住环境更宜人。哎、第一项是香弄干净哦，啊，第二项是并没有黄渍。 啊，第三项是，诶、欸，公厕清新，还有环境绿美化，还有循环资源，哈、哦，啊，我们在这五项啊，我们的配合我们的职工,志工哦，职工队哈，还有里明，哦，诶、欸，大家都在平常啊，都是很努力在做哈。哦 像这个香浓干净啊，哦，诶，果便清理这这个我们都定期，职工在巡查，在打扫哈、啊。按照各位这个病有蚊啊，现在夏天到了哈，啊，我们也在诶，先导里边啊，尤其是这个菜园哈，啊，屋前屋后不要积这个积水哈、啊，啊，那个诶瓶罐没有用的哈、啊，要清理哦、啊，不要有那个脏水哈、啊，才不会生这个病媒蚊。 东河里今年里环境认证一样是报名五个考核项目：巷弄干净、病没文防治、公厕清新、绿美化环境及循环资源。为了环境认证，几乎是志工里民都一起动起来。平常大家都会自发性维持巷道干净，还有周边环境的整洁，也落实巡道清刷来防治夏日容易滋生的病媒蚊。 啊，我们旅长都带带着我们职工哦、啊，都非常的，呃、欸、勤劳，还还很怕很打拼呢、啊，把一些大大街小巷啊，还有一些我们老人工餐呐，毛还有种种很多都整理得很好。哎、欸，我们也希望说今年荣誉可以得到荣誉的评审的那个阶段，我们可以得奖。我们希望今年是第九次参加。 诶，新人、欸、希望今年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哈，等到再连续的九连九连霸会，诶、欸，很圆满成功。诶、欸，我们呢，谢谢我们全体的乡亲，还有我们职工团队大家的努力哈，希望有好的表现。 当地理长表示，说到循环资源的部分，从一百零一年便成立黄金资收站，也是做得有声有色，每个月都有八到十吨的资收物回收，回收变卖金再用于里内奖学金及,及急难救助金。很感谢志工和里民的努力，让东河里的环境这几年有大翻转。谢成威、瑞芳采访报道。